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哎，正面。好，试看看啊。正面，有请。这嘴巴。这个人真的玩很大哎。好厉害。哇哇！听到了耶，感觉蛮特别的。当然，我有叫你熟。哦哦。要哭了！游戏已经结束，眼罩可以拿下来了。啊！我们要干嘛？我们要干嘛？你们要去找爱的终点站。爱的终点站就在这里吗？哇！我要去找，我要去找，先走。你已经到这种地步了。不是啦，他是要规条线啊。你可以说啊，我不要，我会干嘛？我也不会不想要啦，快点。然后又这样子，然后情侣鞋这样一穿，哇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快点啦！你是月老还是财神？这个就跳到爱河也许。有没有？来，好，好来。你看，这个是指0.5，有没有？然后就吃到剩下这一段，这样就可以。0.5会不会太？要示范的、啊。不要，我没有要求。对，我有要求。哎，哎，要脸要侧才有办法零点。对，鼻子。哎哎哎，哦，还好我有学过。这样。我们好好好好好好，咬断。哎。哎哎哎，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哎。OK， 好。有没有？多了。啊。哎。这已经1.5，还要再少1公分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哇，哎，两个鼻子都蛮挺的。没有。嗯，然后嘴唇打开。有。好 ，OK。嗯。有吧？会不会太短？零点五。哇！有感觉吗？嗯。两个人在发。天文怎么样？天文。感觉蛮特别的，当然我有叫你熟。哦哦。因为这一关的任务是要男生抱着女生爱的新娘抱，然后才能走到下一关去。抱到下一关去。对。抱到下一关。对，没有找到就一直抱着吗？下一关是要走半个小时吗？抱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好，我们往那边好了。你觉得那个比较便宜？因为这边上坡，超软的吃哎！他站在这边，我觉得你们不可能，就是我们怎么走平地之类的。好，走！现在你开始喘了，我会走，这是上坡，这都是楼梯耶！我会不会想太多啊？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可以的，强壮的。虽然我觉得我一直在下降，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抵达终点。来人啊，我跟你说吧。有没有台风天的那个戏的感觉？有。有。我看电视标题应该知道。要恭喜你。芭蕉叶吗？有音乐，有音乐，有音乐。好帅啊！大哥您真好。遇到你，我真的有帅啊！我爱你。嗨。你是躲在这儿。出了山了，对，我玩的游戏呗。哈，然后嘞，这里会放一颗球，我压了，你们两个要用脸把球接住，好，它会跳起来，对，它要跳，它射程没有这么高哎，好来哦，放，哎，对，我知道了，我们马不要稳，这样好了，来。哎，不容易耶，好难哦！等一下，你就用，我想一下哦，因为用这边我们看不到的。正面。好，试看看啊。正面，都听过了。正面怎么了？正面怎么不用啊？额头。这嘴巴。这个人真的玩很大哎！我的妈！好厉害！不是，我只想赢。我们来试试看。哇！听到了耶！好，还没有夹到。有碰到了。碰到了。滑掉。这样。好。哎！哎！好。OK。乖乖。
关。坐上来就觉得这个压力有点大。没关系啊，今天还有喜欢的女孩可以陪你坐。好吧，一起。可是我们那个已经快要你。不要不要，对对对。观众不要吵架嘛，观众会伤心呢。其实蛮开心的，好好玩的。怎么了？你哭了？他哭了，他在哭，他一直在哭。我，而且我真的是最想上去玩的，因为我觉得坐第一排比较好。